不记得我了。Hello， 今天我们活动的主题是《大话西游》重返荧幕，此事你怎么看呢，宝贝们？你们看到下面的投票呢？什么？版权不在新人呐，去了有毛用啊？其实我想说，你去的时候是小惊喜，去的时候是碰到一个美女，然后其实也蛮幸福的嘛。宝贝们有没有看到场控发的那个链接呢？对，那个是最新最好玩的游戏《西游斗神》呢，玩过的宝贝们都说特别的好玩，可不可以带着我一起去玩呢 ？OK， 喜欢我的宝贝们点一下直播通知。虽然说有沟必火，我是平胸，请听一下啊，关注一下一号麦。好听的歌曲送给你们。